这太无聊了吧？那你平时这个点都干啥呢？耍你俩。我说没认识我们之前。反三俗。啥玩意儿？哎呀，还行呢。哎，这是你自己的啊，来。哎，谢谢。看着刚认真两天，你一来就把血带坏是吧？不是，我俩是现在没事嘛，课后娱乐呀。嗯，今天都学会了呗。啊，考你俩了。考吧。人的基础肤质分哪几种？分中性、油性、干性、敏感性。嗯，行。到你了是吧？嗯。不完美的鼻型分哪几种？你的鼻和他的鼻，朝天鼻、外鼻。啊，朝天鼻、外鼻。当我没听着是吧？吴哥，那你就过来。啊，不是，你现在怎么不知道叫吴哥吗？你妹呀叫！我昨天我跟你喂，昨天的事不让提了吗？是因为昨天跟你提昨天的事儿呢。你动啥手啊？没大没小的。我给刘医生已经打了招呼了，明天你去那报。我去干啥去啊？他面诊的时候，你给他端端茶、倒倒水、填填单子什么的，跑跑腿。不是，我不来干前台吗？前台干这玩意儿啊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这种活干不了啊。我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，明天去报到。哎，再说吧。